已经在自由路发生机车甲汽车切撞事故，嘉义市消防局接到通报了后，随即派遣救护人车前往救援。好在这一名技师意识清楚，随即被救护人员处置了后，送往病院治疗。该市救护人车到场之后，现场真侪个市民正在协助伤者，救护人员实际正查看伤者状况。好在这名伤者意识清楚，不过伊口有一处三公分的撕裂伤。救护人员实际替这名伤者进行伤口处置，并排除两骨受伤遗留之后，随即送往病院治疗。到现场的时候啊，已经有好几名路人啊来协助交管啊，并且引导我们救护车。那其中有一名路人就跟我们讲说啊，地板很烫，那请我们快点将患者移上担架。那我们评估患者没有神经学的问题之后，那我们尽速啊就将他送上担架。该市消防局提醒民众，驾驶任何交通工具，拢要注意前方路况，并保持防卫性驾驶，才会使保障自身及他人性命财产安全。新闻台民间市采访报道。在家吃喝玩乐，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，最在地的美食，最及时的新闻，最感动人心的故事，只要滑动手指，全部完整呈现。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，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。